哎呦，啊，真的，其实有的时候，如果感情这种事情，哎，小子，回来还在干，怎么样？老爸，我晕倒奶了，不用帮我找头乳牛啦。那个乳牛不是帮你找的，是帮我找的。你在乱讲什么了？我不是叫你看人，你看那个人，你喜不喜欢？嗯，我不确定哎。什么叫不确定？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扭扭捏捏的，一点都不像男子汉大丈夫。我怕伤你的心啊。你不喜欢？他几岁？你是要帮我找姐姐，还是要帮我找妈妈？当然是帮你找妈妈，难不成我还帮自己找干女儿哦？电视上的四老头都是认你干女儿的，嗯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吧？对呀，啊，乱讲什么了？反正他就是要当你妈。算了，我是招谁惹谁了？真他妈！妈祖保佑，老爸，你不用妈祖保佑，我帮你搞定。哎，对对对，不要乱闹了，走走走。你放心啦，我在电视上看过。哼，你这小子从小就人小鬼大，电视上看过，你给我坐好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爸爸告诉你，二郎呢？你一个人吗？你在跟我讲话吗？嗯，这边除了我还有谁啊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，没有人陪你啊？你害怕跟我独处吗？我干嘛害怕跟你独处啊？李丁，你迷路了吗？你妈妈在哪？我就是来找我妈的啊。我问你，当你男朋友需要什么条件？当我男朋友啊，至少要比你大20岁以上，这样就够了。够了，你又达不到。嗯，原来喜欢比你大的男生啊。 Bingo 中奖啦！ Bingo 中奖啦！你现在要跟我说你是柯南，已经35岁啦。小姐，你别误会哦，你并不是我的菜，我不喜欢喝牛奶，我只喜欢啃排骨。老爸，别走了，你有机会了。你果然在这里，等你很久了，小姐。你找我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是盛盛集团老板高盛的特助夏涛。S 台老总挂了，底下人卖了电视台，现在由我们盛盛集团接手。这么大件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因为你最死。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？你不必信我，这个消息过2天就会发布，已经很多人知道，不是新闻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接近我是为了什么？因为我老板看上你，要我救你。我也觉得你值得被救，所以出手。现在是该你证明自己有被救的价值，证明自己有能力当上 S 台的总经理。S 台的总经理。S 台的总经理。好啊，那我问你，经营一家电视台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赚钱。那是靠什么赚钱？节目。错。节目好不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有收视率，有收视率才会有广告进来。我现在觉得救你有一点值得。不只值得，你跟你老板等于是捡到宝，我会创造收视率给你们看。
到时候你就知道聘请我这总经理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。好啊，那就照你所说的，你不买楚天，我也不买，我们就一起搞死乔姐吧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不买我了？不是啦，这只是暂时的嘛，等乔姐一倒，我会再把你买回来啊。说到底，我已经手下一颗棋子。不是这样子的啦，你要去哪里呀？Linda 不买楚天，乔姐这次翻不了身了。喂，菲菲啊，我小胡啊，我跟你讲不得了了 ，S 要改成换代了，整个台被买下来了，哎，新的经营团队今天就进驻了。你说什么？说清楚一点。今天报社一大早给我消息，说深圳集团买下 S 台了，而且你知道吗？除了总经理被遭到撤换，所有的经营团队现在都准备打包走人了。我们节目还有合约，暂时不怕受影响。哎，这个很难讲。我跟你讲，听说这次深圳集团大刀阔斧啊，不合意的制作单位，他们宁可赔违约金，他们就不愿意继续合作。哎，那能查得到新的总经理是谁吗？目前他们消息很保密，我没办法。深圳集团。你确定陆大鹏对楚天很反感？哎呀，这个我确定啊，在陆大鹏的眼中啊，楚天只是玩他女儿的小王八蛋。那你快点帮我约乔姐，我要买楚天。啊？我有没有听错啊？你要买楚天？约就对了，楚天这张王牌还在他手里，然后我再让你赚个外快，你去通知 Linda 说我要买楚天。哎，对，你要我去打电话给 Linda， 叫 Linda 来跟你抢楚天。那你到底要不要买楚天啊？我当然要买楚天，但是我得先让 Linda 买。什么？不懂照做就对了。快去通知 Linda， 快！哎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呀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小王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有看过你这么着急耶。哎，你不知道演艺圈要大地震了 ，S 台改朝换代，现在是深圳集团天下了。小王哥，你消息真是灵通啊。那当然，如果我消息不灵通，我怎么混饭吃啊？不过我还担心另外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我跟你讲啊。那天我去酒吧里面，我看到深圳集团特助啊，他载乔姐回家。哎，这个特助跟乔姐，他们什么关系啊？啊！该不会张 S 台是乔姐当家吧？他不是我们的死对头吗？就怕这个。如果乔姐真的是当家的，哎呀，那我们完蛋了，我们所有节目都在 S 台。哎，这怎么？不会吧？我才刚辞掉槟榔西施的工作，啊，该不会就要失业了吧？我跟你讲，没事啊，天塌下来，小胡哥帮你挺着啊，没事。你想不能这么说，那我就发现了。好，你没事哦。没事。真的哦，那我先进去忙啊。好，拜拜。乔姐，喝咖啡啊！这家咖啡店的咖啡豆是自己磨的，喝起来很香。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了，很多人要买楚天，你直接开个价吧。这么久没见了，我还想先跟你好好的叙叙旧。听说你这阵子过得不好，
我本来还想帮你分忧解劳，那样子就不需要了。真的是不必了。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那一点心意我还不懂，直接开个价吧。里面的内容都是知识化的，我相信这么多年你应该都会背。楚天值多少钱？你开个价。爽快，但是合约就是合约，没看清楚，将来吃亏的可是自己。尤其是这种让渡书，更应该好好仔细看清楚。没问题了，等一下。乔姐，你说好等我三天的，现在三天都还没到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。我不管菲菲出价多少，我都加倍。楚天，我是要定。乔姐，这不公平啊！是我先约你的，还有你，你叫我不要买楚天，结果是你自己要买，你可真卑鄙！楚天把你害惨了，你现在要买他，你是想把他做红还是做死啊？在商言商，他有他的价值。我要定他来了。你要定了，那之前杨老板的电影要找他当男主角，你还不肯呢？小姐，给你打出两倍，我出三倍。如果你只是想要报复他，那像他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我当然不可能让你把他搞烂。搞烂了、啊？我不觉得。你不知道他们两个已经复合了吗？不要以为那天我不知道楚天在你房间里，下次记得洗手收好。但是身为楚天的前经纪人，我当然希望他有更好的发展。但基于现在他跟 Linda 的关系，我相信 Linda 一定会好好经营他。所以我觉得把合约交给 Linda 是最好的选择。可是刚刚菲菲已经出了价钱，没有问题，我出四倍。乔姐，签约金等下就会到你的户头里面去了。你太过分了，演的可真像嘛。那也得要领导配合才行，那还是一样冲动。我没想到你这么坏，你竟然坏过 Linda。 您过奖了。我刚刚没有拆穿你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Linda 买了楚天会怎么样，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一样。我刚刚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回我一个。不对吧，乔姐，刚刚在价钱的部分我已经很帮你了，所以我不算欠你。你可以不觉得你欠我，或者你不用帮这个忙，但是如果你想要绊倒 Linda， 你非得做这件事不可。啊？什么事？咖啡凉了，先喝吧。跟快递说一定要在半小时内送到。是。20年的情分，缘尽于此。谢谢你的照顾，我还好，你也保重。Joe，
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我早就是你的人了。韦总裁，我命令你立刻把楚天卖掉。楚天，我公司还有事情，我要去处理一下。现在吧？不会吧 ？Come on。没事，你不要担心，我等一下就回来了。哇，那你晚上早点回来，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我放掉楚天？你买楚天做什么？我们可以捧他啊，他可以是杨老板电影的男主角。你有一千个、一万个男人可以选，为什么偏偏是他？为什么不能是他？因为我不要他。但是，电影的事情，你明明说我可以全权做主的。明达，你真的要为一个男人毁掉自己吗？他是国际知名牌的代言人，他有他的市场价值，高于市场行情4倍的签约金，你敢说感情没有影响你的判断？